主料，大芥菜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剁椒一勺，蒜片4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芥菜洗净切略大块，油锅略热后下蒜片，倒入芥菜煸炒，等均匀的变成翠绿色，加入一小勺剁椒，加一小口水，翻炒大约4分钟就熟了。烹饪技巧，不用放盐了，剁椒是偏咸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